静静喝多了，我先带她回去休息。哎，喝多了。那欧阳娟玩是我的了。是你的，是你的。阿农，你别闹了。 好吧，今天晚上就先饶过你了。继续，继续。哎，真可惜，准备的惊喜这下子没戏了。什么惊喜？就是。 是啊，我不知道啊。走走走，回去睡觉。欧阳，你没事吧？
抱歉，姨姨，今晚我得照顾欧阳啊。老公，放心啦，我不会碰你的。这是，哎，你们两个先走，我随后就到。他要去干嘛？可能是买一些其他的日用品吧。别管他了，你们走吧。没想到准备的还挺全面嘛。阿诺，你误会了，这个不是我的，肯定是烂梗王的。你进去吧，我一个人在外面就好了。怎么了？我总不能叫某人在外面吹海风吧？天快亮了，我还没看过海上的日出呢。希望下次有机会和你一起看日出。早安。早安。哇，这也太美了吧！小姐姐，欧阳都快起床了，快出来看。
你嫂子你是猪吗？你生了病猪孩子，怎么叫都叫不起，还我一个人被两对虐。是啊，静静，杨幂，杨幂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，我错了。老王，怎么短短几天你晒得又黑又瘦的？该不会这么短假期你跑一趟非洲吧？你们是去度假，我是去受刑啊！老王，你到底怎么了？你去哪儿了？不能说，说你会笑死我的。老王，求求你了，你最好了，你就告诉我们吧。我们肯定不会说出去的。那你们可得保守秘密啊。你放心，我们的嘴比墙都严实。事情啊是这个样子的。在一个月黑风高的白天。本来以为是柔道生生找翠花，又是家里玩，结果是翠花家仓库要上工，被拉去打工的。老王也太惨了吧，就这样被卖了。我们应该理解老王，毕竟老王表白这么多次，本以为可以修成正果，兴冲冲的跑去度假，结果没想到被冲去仓库里去了。看来老王毕业之前是注定单身了。我心里一定很难受。姐姐，你不是说你的嘴比墙都严实吗？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吗？老王，翠花社长，难道最后就没有献上一枚香吻表示感谢？全国大赛马上就要到了，还不赶紧训练？啊，去训练去！老王不哭，老王不哭。嘿，给，现在的年轻人呢？
小姐你啊，嗯，大赛快到了，你能再继续帮我做下特训吗？其实你已经进步很快啦，你作为初学者，不用那么心急的。但是这件事我想了很久，我想和小仙女一起。你是认真的吗？嗯，因为我发现我现在已经喜欢上了。听到你这么说，我真的好开心。继续特训。你是认真的吗？嗯，因为我发现我已经喜欢上击剑了。听到你这么说，我真的好开心。可是我的击剑水平不算太高哎，你想要快速进步的话，阿农会比较好啊。年轻人呐、啊，请你放下手中的脚。没事儿，老王，咱们再来一局。阿农，农姐，不要啊，农姐。我觉得和他训练应该有性命之危吧，所以就靠你了。嗯，那好吧，小姿姿，小白和一，小白和一，他们两个终于，静静，冷静，我去听一下。哎，小仙女啊，嗯，我总觉得这个护甲好碍事啊。护胸甲松紧要适度，不然会影响身体灵活度的。那我绑紧一点。嗯，抱紧一点。天哪，他们两个发展得这么快，不行，我再听一听。哎呀，你绑得太紧了，会动不了的。我也觉得好难呼吸。我帮你吧。抱这么紧，不能呼吸，这是要……对不对？我说的没错吧？你说的没错，没想到那个家伙竟然觉醒了。对嘛，终于觉醒了。白春，怎么感觉气氛怪怪？你干了什么？没有啊，谁知道他们两个发生成亲？以后叫他们神经侠侣好了。小仙女，你别闹了，我不让你走。白痴！哎，闷骚男，小仙女呢？我刚刚明明都跟小仙女牵手了。白痴！喂，你把话说清楚，你叫谁白痴？你想干嘛？你相信爱情吗？我当然相信爱情。我是说，你相信的，真的就是爱情？废话，我对小仙女的真心，苍天可见。那你为什么不堂堂正正的说出口？爱一个人，又不敢说出口，你到底爱的是那一个人，还是那个努力付出、不求回报的自己？我为什么要告诉你？莫名其妙。闷骚男发什么神经啊？爱一个人，说不说出口，真的有那么重要吗？以前我还问小仙女，她在害怕什么？现在。我又在害怕什么啊？害怕期待着的不是我想要的结果，害怕未曾得到就有可能永远失去，还是真的像闷骚男说的那样，我爱的一直以来都是那个默默付出
感情萌芽之时，就算什么都没表示，什么也没干，空气中也充斥着甜蜜的味道，真甜。那时候还不爱得太汹涌，却忘了你还有未实现的梦。到最后要怎么让你躲？没有你的世界所有都躲过，以为你心中却言不由衷。要怎么分割？到最后要怎么让你懂？